来玩那个很好玩的游戏。我开制定啊，不对，要先看你有没有输哈。你快去看输吗？应该没有输，应该有体验卡啦。各位等我一下，我再帮我妹找那个输的体验卡。好，她没有，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哇，没有怎么玩？一定要输吗？对，一定要输。这个游戏一定要输。我跟你是对手还是敌人？对手跟敌人是不是一样意思？我跟你是队友还是敌人？对，欸，敌人。那我可能没办法用你的了，因为有那个亲密共享的那个。可是我跟你输哦啊，没有输就没办法玩了、欸。你到底想玩什么啊？我送你的。真的假的？不，我就是这么 man。我就是这么 man 的哥哥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来，有没有干爹要抖内我？我没钱了，我送给我妹了。有吧？有输了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输了啦！我对妹妹真好哎、欸，受不了了。今天这一个企划很特别，我等一下我们先进游戏里面，我再跟你说。你先选下输，我也先选输，然后选好之后你就可以锁定了。锁了。好，我来跟你讲解一下规则。等一下我们会找一个区块，我们互相狙击，狙到对方得一分，集满五分的人就赢了，懂意思吗？懂。我们先试玩，我们先试玩 ，OK。那我们现在先到这个魔龙的位置。我们要站在池里面吗？对对对，来，你来了有没有？来，你先进去。对，在那个你的范围就是这一块，我走过，你看，你不要动那一块，这一个圆圈，懂吗？这个圆圈哦，这个圆圈是你的范围。那我会站在靠着这个墙这边。你有看到我吗？有，我看到你了。哦，我会在这边狙，然后你就只能在这个圆里面走动，懂吗？你在里面走位，然后躲我的狙啊，我狙到你，我得一分。哎、欸，感觉还蛮好玩的、欸，还蛮好玩的哈、哦。来哦，开始了，我们先试玩。好，来，先第一枪。这样就一分，这样就一分。好，换你，给你练习。感谢抖内，谢谢。来。哦，这样就是没有分数哦，还不错玩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然后我们就交互来哦。哎，要放眼睛才看得到对面，你这边放一个眼睛，门口这里。我放在里面嘞。你不要把我的眼睛踩掉啦，干！林老师嘞，我要把你的踩掉，放在门口这里，它才可以盖刮住整个。你现在冷冷却对不对？对，贫富差距，对贫富差距。哎，我们一起先把这个魔龙给点掉。点魔龙啊！啊，我们会不会打不死魔龙啊？有可能哦。哇，你丢给我扛哦！哎、欸，不要点我，不要点我，点魔龙啊！干你老师哎、欸，你娘哎、欸！点魔龙啊，干点我，你有病是不是啊 ？OK， 不要点我。我没办法控制吧？我先回去补血，干你太急掰了。来，你先在圈圈内那边放一个了吗？放一个。好，那我在这里也放一个，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你。好，就大概是这样。好，开始喽。第一发。好 ，OK，OK，OK。换你。换位置。换位置。先凑满五分的人获胜。你太歪了吧！我跟你讲，我会很快结束你。
五百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烂啊？哇，你要不要上诉？再上诉，再上诉。那你再上。哦，你开始也会骗哦，哎，也会骗哦。我根本就站着不用动，然后稍微移开，你就打不到了。四比一，等一下最后一枪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你会刚好死掉。哦，哎呦，这次很快哦。有了，有了。没关系，你没有机会了，现在四比二嘛。哦，教顺你是怎样？没有没有说不行吧？哦，没有说不行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欸，我也哎，欸，没有说不行吧？来哦，最后一枪。哎，欸，精准狙杀结束。OK 啦，你烂也不是第一天的事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谁考？好不好？你至少你就这样想，今天拍这个企划，你还拿到一个书670点，其实直接用点券买英雄还蛮亏的，对，还蛮亏的。但是为了你，哥哥我最爱你，来我亲一个，嗯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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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妹是真的烂了，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玩最后一场，算是娱乐，我们范围大一点，你来中路，好好，你点我一下。啊，来我这里，来我这里，这里放一个眼，然后你就在这里，然后你要来我的对面，来靠北哦，来我这里，来我这里放一个眼，我们直接玩一个草丛狙，这个草丛只要是这个 L 型的草丛都可以蹲，啊，你要去对面呢，啊？再跑了，再跑了，等一下狙到的对方就是直接死了，一次决胜负，一枪毙命吗？一枪毙命，谁先？那，啊，我们一起，啊，好，同时不要说什么时候开始哦，预备开始，想狙就狙哦。欸，我发现一件事，怎么了？距离不够。靠北哦！哎呦，我想到了，你不能超过河道，也不能进草丛。
你是不是死了嘛？啊，你是不是死了？啊，你血比较多嘛？啊，你是死了。OK， 各位，今天的书狙击大赛是我赢了，好不好？果然，我妹在传说对决方面她是赢不了我的。OK， 各位喜欢这样的企划吗？喜欢底下留言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各位喜欢，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铃，叮一叮，谢谢大家的捧地。我的影片让你永远看不腻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We'll be right back.